嗨，大家好，今天呢我是需要讲一讲我这个刚刚整好的 app 的。这个 app 呢就买了不太久，但是我要停一停的音乐先，是因为呢这个音乐是没有版权，虽然很有 mood， 但我们要被逼要播回我们通常用了那个不用给版权费的那只音乐。不过都是要讲一下我们的这个 Seven Days in Japan 啦，即是上次咁即我哋呢几集讲嘅嗰个日本嘅 trip 咧，其实我系拣咗20张相出嚟摆喺个 iTunes App Store 嗰度咧，就等人哋下载嘅。咁点解我要拣呢20张相啦？咁以呢20张相咧系都系。要顯示一下我對日本的睇法啦、認識啦，一個很簡單的 app， 即係有20張相啊，你 flip 下 flip 下咧，係有啲 3D 嘅效果嘅，但係依、這個唔係咁重要的。我要講嘅咧就係、是如果你出去旅行嗰陣時候，我哋都會有一個目的地，即係 destination。好多人去旅行嗰陣時咧，就係、是、會好多人去旅行嗰陣時咧，就會話：哦，我有個目的地，跟住咧，我要影相咧，我就要去到個目的地嗰度先至影嘅。但你喺我呢輯相呢度見到咧，係好少有喺真係到咗個目的地先至有嘅相嘅，因為通常啲目的地嘅相，你去到嗰陣時已經太多人要影啦，跟住你影到嗰張相。都是一般人都已經有了的相片，所以我就比較喜歡呢，就那個過程呢就會比較好玩一點，就好像我們在Harajuku 在 Shinjuku 在 Shibuya 行去 Harajuku 的時候，就經過一段路，即行了一段路啦，行了一段路的時候就會只要呢你很仔細地注意你身邊那時候發生的什麼事呢，相機永遠都要準備住啊，咁就隨時隨刻咧，你都可以影到一啲比較出乎意料嘅嘢咯。雖然嗰樣嘢咧係好平常，但係都係唔會話又係一般嘅旅遊相咁咯。咁你會睇到入邊有我搭緊地鐵嗰陣時啦，行緊街無端端睇到有兩埲牆啦，嗰兩埲牆咁再加上因為 iPad 咧，佢就係唔會好似一般嘅雜誌啦，只一張紙咁樣顯示一張相就算嘅，所以我哋可以加啲 3D 嘅效果落去咁嘅樣嘅。咁喺度講咧，好似好艱難嘅，你要睇下先知。所以有 iPad 嘅朋友，你可以去 download 嘅，因為係唔使錢，免費嘅。到目前以嚟咧，已經有2000多個下載啦。咁多謝大家支持。好似好多時候，好似我哋要去一間廟之前咧，喺廟之前都會行過啲路噶嘛，咁有時就會睇到啲尤其是人啦。咁有時你行得快嗰陣時候，你好匆忙，但係無端端見到啲嘢嗰陣時咧，就唔好話，即係話趕時間，唔要停喺一個地方嗰度睇多一兩分鐘。其實嗰一兩分鐘有時係好重要嘅，又好似我哋行緊嗰個Shibuya嗰條街嗰陣時咧，就係因為要過馬路，要過馬路，跟住睇到嗰個紅綠燈，跟住再睇，有 Nike 嘅廣告喎，唔係嗰支 Nike 嘅店喎，有個 logo 喺個紅綠燈旁邊，咁遠望佢嗰陣時候，都 OK 喎呢張相咁咯，跟住影緊嗰張相嗰陣時咧，跟住又無意中睇到，即係嗰個紅燈下面有好多人等嗰個燈噶嘛，要過馬路嗰陣時，咁就好多人行嚟行去，人來人往啦。咁就係嗰一刻又望到有一個人喺度打緊手，打緊 SMS 咁嘅樣嘅。咁就咁啱嗰陣時咧，就有好多人行嚟行去過緊馬路，佢就好忙咁樣打緊 SMS， 就冇打算要過馬路等人咁嘅款。咁就咁啱咧。其他人都在影影下面，只有他一個在陽光下面，所以就哇，我就即刻好義不容辭，刷就拍了幾張相啦。咁又咁啱過後咧，又有一個比較大年紀嘅中年人咧，又咁啱行過，咁行過又係喺太陽底下咁嘅樣咧，就
又咁啱嗰陣時過咗馬路咧，就啲有幾個人咧就擋住咗嗰個後生仔，咁都係好意外咁樣又影到嗰張相啊，覺得佢咁樣就幾有意思嘅，所以我都就嗰陣時有嗰種 feel 咯，即係一望到，誒係喎，咁誒有兩個唔同嘅人喎，咁我就諗到啊，誒係喎，可以咁樣嚟講一個故事嘅，所以我係希望就係、是、有時影相去旅行咧都唔好就。做好多影好多啲表面嗰啲咯，即係啊你到東天鐵塔，誒係咪東京鐵塔啊影啊東京鐵塔咁就算啦咁樣咯，咁嘅相咧係冇乜嘢回憶嘅，就係話我到過咁咯，咁就如果有多啲回憶嘅話，你都要落少少功夫嘅，就係、是、注意一下你身邊嘅嘢。跟住再影下你身邊嘅嘢，咁你睇翻嗰陣時咧，你會睇到你會更加即係曾經咁更加嘅咁去親近你所去嗰個地方。如果係真係有啲嘢吸引到你嘅話咧，雖然你唔係你嘅 destination， 唔係你嘅目的地，你都可以停低影下相。所以自由行咧，同嗰啲一般嘅團。咁大分別就係咁啦，就是、因為你有時間，你有自由去決定你要影乜嘢，你要去邊度玩。其實所謂嘅玩咧，唔係一定要去到迪士尼樂園先好玩嘅，可能最好玩嘅咧係你去迪士尼樂園嗰陣時遇到啲某一樣嘢係特別吸引到你嘅，係可能係對你一個有一啲影響嘅，可能係點講？可能就係因為咁樣你會。去唔成迪士尼樂園都冇乜所謂嘅，有一啲事，有一啲物咁嘅樣咧，就可能你就因為咁，你會同某啲人溝通，問清楚啲發生咩事咁嘅樣，你嗰個成個旅行嘅 experience 咧，都係會與眾不同嘅，獨一無二嘅，所以係好重要，好重要。再加上咧，你行緊街嗰陣時咧。都要望下上邊同埋望下下邊喎，即係唔係一定要你嘅 eye level 嗰啲嘢咧，先至可以俾你影到嘅。就係、是、好似你睇下我依粒相裏邊咧，有啲都係話緊交叉電線啊，個紅綠燈好高㗎，樹上邊嘅雀仔啊，依啲嘢咧都係你要周圍咁樣望下，感受下嗰度有咩有乜嘢感覺咁樣咧，你就會。可以好特別咁樣吸引到你嘅，即係好似你到時到後，你會好自然咁樣，誒、欸、呢、這個得喎、哦，咁樣嚟影一張，就係、是、嗰、那個呢、這個得喎嗰陣時咧，係就係、是、好關鍵咁樣咧，可以俾你影到一啲好特別嘅嘢噶啦，所以唔好對自己冇信心嚇。不過最緊要咧係要操掂啲相機先，即係你要熟你部相機，因為要好快噶嘛，有啲嘢好似有呢個雀仔咁啱飛咗落棵樹嗰度，跟住佢你唔知道佢唔會即刻飛走，但係嗰一刻你係覺得好重要嘅。跟住好似你睇到行路啊，好似嗰張喺嗰、那個哲學道，即京都哲學之道啊，嗰、那個嗰條路咧，我都係影到一個人喺度行緊路啊！即我睇到kick clock 嗰隻鞋咧，嗰、那個聲，跟住我就注意到嗰個地，跟住我知道佢就嚟行到嗰個影嗰度咧，我就快快咁樣 compose 咗嗰張相，就俾佢影到嗰一幕咯。即你放開你嘅心情，唔好咁緊張，話我趕住去邊，我咩都唔理啊咁樣咧。咁就你可以 miss 好多好多好多有趣嘅嘢，同埋好睇嘅嘢嘅。我今日就講到呢度，唔該曬。